好的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是我送思量酒的全程影像，20瓶的完美出售，而且呢每次送思量酒的时候呢，技师方都会100%让你放心，让你过的。来，我们去送思量酒。天哪，又是2瓶，2瓶嘛可不好管哦。之前送货的时候，这2匹马一直左右乱跳。稳住就好。有只小松鼠，还有兔子，好可爱。这些小动物。后人这条路可不好走，特别是下面，这里是个下坡，可能会损坏酒，坡度很大。上次我就是在这个地方。待会儿呢，就是走直线了。接下来你会遇到即时探员。这个地方停，好了，可以顺利通过了。别问我是怎么做到的，我每次在前面急刹车啊，它就会让我顺利通过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你可以看到我屏幕上方其实是1瓶酒都没有损失的，待会你就知道了。20瓶酒完美售出。起雾了，看不见。哎，前面的老兄，可以让一下吗？前面的老兄，你为什么和我走同一条路？你让我情何以堪？我是送酒的。
你该不会又拐吧？我还好。够，哎，20瓶，完美，0.5根黄金。好的，那么呢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喜欢的话，不妨点个赞，加个订阅，获取最新的《荒野大镖客2：线上攻略》。那么呢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